安呐，各位，说今天呢是凯俊的婚礼。来，说今天是重要的日子，所以我现在也是要来做个简单的记录。现在是起来才几点？在6:40。OK，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准备啊。我不懂我怎么弄，但你要睡觉睡觉啊。他们先。我应该站在微微凉，差不多时间要到了。真快呗！他外面差一点新开车门。他逼你帮我，逼你帮我，你就可以啦。快点，OK，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去拍照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。关窗，我不用关窗，抽一下，哇，够多，哇！I'm rather happy to be a case.